荃湾是一个商住混合区，生活环境可以有很大差距。不过自从西铁站落成之后，出现不少新盘给买家选择。今次介绍的环宇海湾就是近年新落成的新盘，既有临海景观，又有铁路便利。环宇海湾由七座物业组成屋苑，合共提供1717伙单位，当中很多为三房开积，吸引很多换楼客入伙。开积亦都很多选择，单位由两房到四房以及特色户都有，住户自住和投资收租都有不同选择。环宇海湾的交通绝对无敌，比邻西铁站，除了享有铁路优势，还有荃湾西巴士总站多条巴士线，或者去港铁站就可以去到九龙和港岛区。环宇海湾有大型会所，同时楼下就是荃湾公园，一家大小都有地方去。如果想 shopping， 全新天地是近年建成的大型商场，而荃湾广场和附近的湾景广场有戏院和日式百货，市中心的千色店更加是荃湾人去街热点，给住户不同的生活选择。除了商场，荃湾洋屋道有齐生活所需，市内有不同食肆商铺，给住户多元化消费选择。环宇海湾属于小学62校网，荃湾官立小学、浸信会联会小学、海坝街官立小学都是家长热门选择。中学方面，荃湾官立中学、可丰中学、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、黄少卿中学都是荃湾名校，不少家长都想子女入读。看完今次介绍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屋苑详情，请联络以下分享。